嗨，大家，西西的喉咙痛，所以他不能发出声音。然后他那天去爬山的时候中暑了，或者是着凉了，我不太确定。然后所以他喉咙没办法发出声音，所以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叫做 Lake Entrance 的地方，它在墨尔本的右手边，然后是一个很漂亮的海边，还有很适合抓螃蟹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出发去那里玩，去住一个晚上。然后现在是早上的5点，对，因为我们要开4.5小时的车去那里，所以我们很早就要出门了。好啦，那就先这样，看不到了，阿美梦。全没车的电车道，有一台。我是声优，今天的声优。现在来到了 Manton， 从这边 ，Manton， 从烤出的你那边，我们来抓螃蟹，人家推荐的点，看能不能抓到螃蟹。我们绑了那个腐烂的鸡骨头，然后丢在那个海里，然后那螃蟹就会自己上来吃，看看能不能抓到。为什么不来钓这里的啊？那他们又不会上岸。你就钓，看他会不会吃啊。这不海虹吗？海虹。嗨，各位，我的声音真的是很惨。那反正我们现在在一个就是可以抓。就是可以抓到螃蟹跟钓鱼的地方，然后刚才给你们看的画面就是他们在放船什么的，可是呢，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声音，所以今天可能很多地方都会有 Aaron 来跟你们说。我们接下来去哪里？我们等一下要去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然后它有一个 playground 是给小朋友玩的，然后它好像有15个还是18个小洞，就是小小的迷你高尔夫球的场地，大概25分钟，我现在要出发。
现在要去 mini golf， 然后已经到它的外面了。到了，到了，就在这里。Start on number five, yep. And four you start here. Okay. You say you did two groups of four. Right. Righto, so the sooner the better because there's people coming up behind. 所以只要把它打到里面就行了。Oh my god. 这样算一杆吗？Bay. Yes. Here we go. Dong 在这边。好，第三杆。耶。三杆，他一直挥空，已经挥空三次了，四次了。从那边的勾勾出来，这次洞在这里。他把他打去那里。耶 ！Good job. I don't know. 这个 mini 高尔夫打完之后，可以用球去抽一个小奖品，但是奖品大部分都是糖果类的东西。Number seven. Calling Wobble supporters pack. Okay. Collingwood, mate. I don't know what is that. Black and white lollies and spare set of seats. Okay, thank you.澳洲杂货店啊，各种小糖果，还有，哇，你知道这个吗？这是我不知道。台湾超多，就是什么？小时候这个就是贴耳朵的哦，加耳环跟戒指。哇，原来这里的人也搞这个。积木糖果，哇，这个好酷哦。好了。好了。我们现在在找东西吃，然后艾伦去那边吃 dumpling， 他在买。然后呢，我呢，我想吃这个。是 potato 的炸的这个东西。我需要一个。然后他说一道那个海洋。Even think, oh, but it's already cooked. You want dim sum and fried dumpling? How much is it? It's including the water is $12 a meal. It's not bad. Yeah. My one is $8 over here. Really? $8. You want 烤肉吗？这个是。
水饺，他们澳洲人做的水饺跟一个越南的点心，他们叫 dim sum， 然后加了水饺酱，他们自制的水饺酱上面是香菜，还有酱油，怎么样？还行，真的吗？好吃。Thank you very much. Bye-bye. 要去民宿的路上，我们发现完全没有油了，然后在地图上又找不到 gas station， 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旁边有一个小镇，我们就赶快过来。但是没有想到这边的那个加油站超级无敌古老的，超可爱，超可爱的。你看这个，就是很有一种复古的感觉。我们今天住这边，这边四个房子我们全包，然后我们住最旁边的。OK。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房间，开个灯。这个 owner 好像是一个印度人，然后他的房间又很漂亮，算是蛮传统的颜色，然后装潢风格都很简单，但是还挺漂亮的。然后呢，这间房间有一个浴缸。很漂亮的瓷砖，然后还有一个淋浴间，其实很棒，对，但是价钱有点高，价钱有点高，因为我们订一个晚上是930块的澳币一个晚上，但是它有四间房间，所以可以给八个人去了，就还不错。很漂亮的餐桌，之后再带大家看。他们旁边还养了很多的羊，超可爱的。有羊耶。这个 view 太好。你们家住的吗？家很多，这个就给大四桌了。干嘛呀？别放太多了，放太多桌上你小弟吃不了了。我也没放太多呀，再放一点点，等让我来。没放太多。我们吃这个。这个多吃一碗就好，尝尝你们还吃不？哈哈哈哈哈！不能 fridge， 哈哈哈哈哈！哎呀，好的 ，thank you， 太棒 ，thank you， 好棒！哈哈哈哈哈！他在那里啊。我们在这边捞螃蟹，抓螃蟹，然后这一根一根绳子都是蟹网，然后就这样把它拉起来，就会是这样子。蟹结果不是用网子网到的，是用在石头缝里面抓到的。
来马戏团。我真的超快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这个就完了，这比买咖啡。Thank you。你有买了超大棉花糖，超赞的。你要小心哦。我们出来了，他的摩天轮长得超级无敌快，然后我们什么也没有玩，因为那个必须要额外买票，然后其实都蛮贵的，所以就看看就好，很漂亮。Can you hear the whispers of the senior yell?